我是刚关列车长的2012年9月17号，瑞芳站到了，水凤站高，耶，瑞芳站终于到，20:54首发车是4:48处理发车就北回香港花莲的，绿色呀，上面的就买新区两台车，对。终于结束了，我已经快崩溃，魂被破散了。你们才要感动好吗？以后就没有了，想看也看到没。以后还有推出别的了。你知道更可怕什么吗？我刚刚讲仲夏啊，仲冬宝岛哈。对啊，蒸汽火车这样。里面谁？终于结束了，我已经快魂飞魄散了，我快魂飞魄散了。十二月更狠，蒸汽火车加蓝皮，会停瑞芳吗？没有，花东，啊，终于好感动，我跟你讲讲还不错。瑞芳站直有，拜拜，4:48区间快车。好，赶快去睡觉吧。不行，要休息啊，休息是那种瑞芳要吃宵夜、啊。901车往全款。啊，对了，你真骗我，这不是说三明治？有啊，我在那边等你。我刚在肚子上面傻眼，来不及，我今天洗回去，我还想要。我还有啊，只是现在是冷冻的呀。不要不要，那不要了，不要放。不能啊，我的41啦，我等41。好了，都要等41。啊，你有感动我的精神。嗯，对呀，操了。是但是我快难过到哭嘞，你知道什么吗？我容量爆掉了，我死定了。这个呀、啊？对啦，没有这只还好，这只是备用的，紧急突然拿出来备用。还太多了。对，我两只哦。上传就不会啊。大家限制我100了。哦。那啥，今天我100全部发完嘞。100个影片全部发完就限制我上，有规定一天上让你上？我记得以前没有规定，但是我后来因为上传太多，这一次又上传太多，他又给我砍掉，他又给我砍到剩说你只能上传100，现在卡住啊，不让我上传，我死定了，所以我死。20:57，9月17号，以及我们的4:25哦，看到北湖的900行员了。还在瑞芳站待毙哦，啊，就跟大家应该是949圈的，哎，这大家看看，拜拜。